各位好，我是煤球。这把活动送的新四星枪非常的不错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武器技能，精英的时候能提供8点能量，精武的时候就有16点的能量了，跟这个锻造武器的能量是一样的。但是它的附属性呢，因为低白质的原因，所以它的附属性要更加高一点。这把枪呢，外观也非常好看，它这个双蛇的标志好像就是代表着医学。反正是一把非常好看也非常有用的一把武器，非常适合那些枪系奶妈，比如说夏威雷啊、米卡呀、还有那个瑶瑶啊之类的。如果说你是满命中离，带这把枪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像我的这个夏威雷的话，现在是38000的血量，充能是174。让我们开个E技能，最后通牒，3800一跳。这个奶量还行吧，毕竟这个夏威雷跟97人一样，主要制作的是辅助，奶量低一点可以理解。不许动！好的，然后因为没有米卡呢，所以我决定拿我的肖来模拟一下啊，因为这俩身高长得差不多，开玩笑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把武器给肖外观还挺搭的，魔法少女肖。反正咱现在这个玉米大队也不缺伤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如拿这把枪整个活看一下伤害到底怎么样。好的，我们随便选个没有用的。好，先跑远一点，等他们聚起来。闪耀时刻！哎呀，少爷，拿去吧。不散，仙人来哉。悲鸣吧，这里。多少？好像有10万吧。无能。这里。无能。啊，好的，一下子会到开火的时候了。世界热闹起来吧，后悔也晚了。跟你。云散。峰会。乌云雨归。无聊，就消失了。9万啊，快10万了。九万讲道理也不低了，这放2年前。哎，没暴击，好几下没暴击。不用。嗯，好吧，感觉还行。好的，基本上就这样子啊，大家不要学我啊，除非你是来搞笑的。好的，外观还真的挺不错的。好的，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没帮助的话，也可以点个赞哦。那么我是煤球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兄弟们，活动送的这把大剑给纳维亚也不错哎，而且还有这个特效贴纸，都是梅露星的。啊，经典的就是四星武器做了特别用心的特效，这把大剑应该就是纸刻板做的，瓦楞纸做的。外观确实挺搭的，颜色稍微淡一点，但也挺搭的。我们再来欣赏一下，先远观。这，然后正面。第三段是提裙子，第四段就雨伞了。哎呀，不小心踹到小姑娘了。然后 E 技能，还有几颗子弹。 E 技能有附魔，发光了，发光。试着躲躲看。还有几颗子弹。转圈圈。哎呦！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试着躲躲看。哎呀，好的，我们去看一下实战伤害怎么样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伤害怎么样。只有精英。一起撤，持续打击。我来保护大家。还有几颗子弹？也满了，行了，18万。还
猜我还有几颗子弹？没暴击。接着一刀，收起来吧。有一手。哦。给我倒下！不用留情，开火！有大家在身边，别白费功夫。是散弹枪，正面偷袭。还是180000，伤害不是很高啊，毕竟附属性是充能。好的，基本上这样子，外观还可以，拿来整活的话也不错。好的，最后抽一波点赞和三连。那么我是煤球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安如磐石，我去，不是把责任秒了？什么鬼？我还想测一下呢，那秒太快了吧？好的，我们开始。该醒了，宝贝们。安如磐石。砂糖没带武器，应该没事吧？等他们的转圈圈。来了一个不够，要一起转圈圈。疾风对数。开打吧，出来吧。不行，不能离开我的领域。城市闲游。哎，我是不是离开我的领域了？一个，飞神之术，暗如磐石，没开盾哦。哎。这抗打断还非常不错的，但说时间比较短，只有9秒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迪西亚抗打断的一个实际演示了。这抗打断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类似于这个尾巴体，缺点就是这个时间比较短，只有9秒，可能还不够一些战场主 C 来输出呢。那不知道它搭配这个熔干的效果怎么样，接下来我就准备去再去试一试。好的，那么欢迎点赞关注不迷路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